观众朋友，戴高妈绕境回銮，今天进入第七天。凌晨在西罗福星宫住驾之后，现在到了彰化北斗的明道大学，受到师生热情的欢迎。我们赶快连线到现场，交给记者陈惠美。好的，大甲妈祖回銮绕境队伍在经过一路的赶路之后，在刚刚稍早已经抵达了彰化明道大学，受到全校师生热情的欢迎。学生不但以原住民舞蹈，还有啦啦队伍表演来迎接妈祖銮轿。那么带您来看现场的情形。新旧会当入来，咱明道带动来所有这些学生的平安。啊，相信妈祖婆这次会赐予咱这次参加了咱绕境进香来处的所有信徒，啊，赐予大家福气平安啊。彰化明道大学可以说是每年妈祖銮轿都会停留住驾的校园，学生们全都争相钻轿底，希望得到妈祖的保佑。队伍一路从校园内绵延到校外，长大约有1公里。还有餐饮科系的学生，一大早就在门口准备了毕业作品，也就是妈祖棋盘饼干。要分送给随行的信徒，让大家吃平安，一起得到妈祖的保佑。好的，这是现场最新情形，时间还给棚内主播。